那我要去偷东西了哈，好，我要偷了，我要偷大野狼，大野狼被我偷走了，我偷大野狼。警察，我要把你弄死！我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枪这个可以蹦很远。我赶快跑了！救命啊！有警察来抓我了！警察，不要抓我！我跑掉了！我被打到了，我死掉了啊！又被枪打到了啊！死掉了，怎么办？要救我吗？你是外一个小偷。我又变另外一个小偷了。好，我陈局长，我要偷东西喽！偷什么东西？我偷一只 BB。什么 ？B 被我偷走了。好。BB 说：“皮特，救我！救我！我要被拿走喽！”你是谁？警察。你是警察？糟糕了，我是小偷，我要被抓走了，不行，我快跑，赶快跑！我再见，我抖头啊，溜走了。我枪打你。然后 BB 说什么？BB 说你救了我，谢谢。可是小偷怎么办？小偷受伤了。你要救小偷吗？不要。小偷受伤了，救我！救我！救命！我受伤了，要带我去医院吗？不要。啊，那我在地上。啊，你还想拿枪打我？不可以，我都已经受伤了，你还想打我？啊！我要被打一枪了，救命啊！